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10号，今日迎来十分之好的消息。一，哇，昨晚大家收到那样东西嘛，我叫这个就是香港抗疫正式打出一个豆豆的对 Omicron 的正式反攻战。因为原来这个警报系统呢，原来2020年已经有造就的了。我们等住一路都没用，好物沉归底，到到昨日要揭起一个总反攻的时候之中呢，出来用了。所以香港疫症是有得救的。